东西还在，他真的把我忘了。美女，请问你知道厕所在哪里吗？我不知道。长脚怪，你记得我？女皇不是删除了你的记忆吗？你怎么还会记得呢？我被删除记忆后，虽然我已经把你忘了，可是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零星的画面，而每个画面都是你。埋在这里的照片唤醒了我的记忆，让我想起我心爱的人。我把盒子再埋回去，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。亚米克星人已经成功迁移到另外一个星球，我完成任务了，向女皇请求再次回来，她答应我了。你的手脚真慢，竟然让我等了20年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只要可以等到你，一点都不辛苦。微风相约人群之间，你总爱我们把手牵。这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不是，这是女皇给我们的祝福。依然期待要把手牵，你没出现，少了你地球依然继续转。答应我，永远都不要离开我。但我怎么都不能，我还在那一刻停留在。等等，你记得当时我们的缘分，只盼望多一刻找回被遗失的永恒，只差我们彼此相认。你怎么一点都没有变呢？现在已经是2037年，我们人类的科技一直在进步，要保持容颜不老已经是 small case 了。而且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变老，所以我也要 keep 的啊。